虎扑11月16日讯上个赛季莱比锡获得德甲第三欧冠进入四强。这个赛季莱比锡目前排名德甲第二，欧冠和德国杯也都有晋级下一轮的机会。前莱比锡主帅朗尼克认为莱比锡有希望在这个赛季获得一项冠军。朗尼克，目前莱比锡在德甲排名第二，在德国杯和欧冠都表现不错。我认为他们在这个赛季是有可能获得一项冠军的。双引号。上周体育图片报表示，包括纳格尔斯曼在列，莱比锡的多人都受到欧洲豪门关注。